仲记唔记得喺细个嘅时候整过嘅时间囊呢？将一啲有时间性同埋与年代有关联嘅物件放喺盒里面，埋喺地下，隔十年八载之后再掘翻出嚟回味下。有冇谂过点样去见证历史？通常当我哋身处于事件之中嘅时候，我哋系唔会完全了解究竟发生咩事，同埋有咩重要影响。但系当我哋转头睇翻啲相或者文献嘅时候，我哋就会对所经历嘅生活同埋历史有更深嘅体会。有鉴于此，图书馆作为城市集体回忆嘅储藏地方，想记录同埋保存喺呢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期间，我哋周遭所发生嘅事情。我哋邀请你成为公民档案员，为三藩市嘅新冠肺炎社区时间囊作出贡献，上载有关资料，在见证历史中扮演一个角色。请浏览以下网址或者我们的主页 sfpl.org。 见证历史，你我做到。